我现在就录影的。来，叮叮，这是巴黎，来自巴黎的圣诞礼物。我看，好，我要拆咯。好，这是有特别口味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那个圣诞节限定的口味。啊，为什么会有两盒不同的？啊，有一家就是巧克力的那一家，你不是说你蛮喜欢吃的？对啊，这家很久没买给你吃。嗯，它里面都是加巧克力。对啊，但它的那个，它巧克力超香浓，超好吃的。嗯，这件好吃，但还是这个、圣诞节限定的是这个。这还铁盒哎、欸，这个超有质感，这个、应该很贵吧？这个1000块。我是不是要把它做成模型？你要把它磨成粉，用鼻孔吸啊！这样子吸进去，就感觉比较高级，像吸白粉这样，觉得比较贵。好漂亮哦！对啊，也太美了吧！还有圣诞节限定的，就是有好几个是有这个痕迹的。这个圣诞节限定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还有其他也是圣诞节，还有好几个都是圣诞节限定的，就是上面有画这种横的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，这个对，这也是圣诞节限定的，撒那个可可粉的。对。哎、哦，好像我记得有好几个啊，这个也是。哦，这个也有。对，它有抹那个痕，其实它都抹绿色的、啊，看不出来。这个也是。这个也是哎、欸。对啊。圣诞节限定是有特别口味。对啊，这个口味好像不一样。会好好享用的。好、oh, ，你要先吃哪一个？谢谢你，谢谢。圣诞节快乐！圣诞节快乐！